裘晓何许人也？他1969年出生于湖南省株洲市，1995年加入湖南经济电视台，成为一名现场直播的综艺节目《幸运》的主持人。从1995年到1998年，《幸运》节目历经《幸运3721》《幸运97》《幸运98》三个名称，裘晓期间一直担任节目主持。《幸运》系列就是《快乐大本营》的前身。1998年，裘晓接触了《真情对对碰》节目的策划方案，并于同年开始主持该节目。2000年，裘晓主持的《真情对对碰》中的栏目《真情大复活》更名为《真情》，并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，开辟了先河。之后更是与董卿、朱军一起主持金鹰电视艺术节，与央视主持人平起平坐，不怯场。裘晓也成了湖南人的骄傲。虽然多年来有李想、李好、李湘、舒高等多位名嘴出走，但如今的阵容依然很强，而芒果台的女主持人一直都在圈内有着很高的人气和知名度。从李湘、舒高、曹颖、谢娜到新生代的吴昕、沈梦辰，无不如此。但在电视圈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，一代新人换旧人，曝光度少了自然会被观众遗忘。裘晓也曾是芒果台的一姐级别的女主持，她一手提拔了现在大红大紫的汪涵，美貌与气质碾压昔日一姐李湘，最当红的时候比谢娜年纪还大。汪涵能有如今的地位，有一个人当年的提携是不会被忘记的，那就是裘晓。曾几何时，汪涵还只是湖南经视的一个巨物，正是由于裘晓的慧眼和推荐，才让汪涵成为真情的男主持，站在了裘晓的身边。当年汪涵和裘晓的搭档比何炅和李湘一点都不逊色，关于他俩曾经的一段情，真真假假，如今都已是过眼烟云，就不细说了，还能当好朋友就够了。说句题外话，一直都觉得杨乐乐长得好像裘晓。2004年，裘晓与相恋已久的男友结婚。2006年12月14日，裘晓产下一子。这位昔日的湖南卫视一姐已经离开镁光灯很久了。